刚才眼睛呢右眼呢突然感觉被刺了一下子，把宇宙远处射来一束光线呢，把射到这里啊，射到这里，射到这里，射到这里啊，射到这里，原来那个狡猾的魔啊，有部分还离散在外面啊，就相当于他们的一个巢穴，在这边，在比较隐蔽的地方堵了一个，在外围堵了一个啊，堵了一个，就像站岗放哨的啊，在外围啊，他就看着前面上次啊，宇宙中心用那金属把它包起来啊，把那个他们整个团体都包围在里边了，但这个他在游离在外面，堵在外面就没有包围到。爆，这个时候嘣，一个强光来，射过来啊，又来报复我了。哦，真的，这个时候我把这个信息赶紧告诉那个告诉那宇宙中心啊，宇宙中心哇，接到这个信息以后，嘣，同样的方法啊，让重金属把它包围起来啊，单独包围了以后啊，然后宇宙里面多了两颗星啊，两颗星，一个就上次的包围起来的一颗星，然后另外一颗小小的星，就是刚才像我包围起来，我眼睛就可以睁开了啊，眼泪都出来，哎，刺的刺痛的啊，另外一颗小小的星啊，一颗小小的星啊，围绕着这个上次包围的那个大星啊，就像大星再带上一个它的一个小卫星啊，他们是一体的一伙的啊，然后就他们让他们那个小星围绕着大星，在那边运转到里边的核物质能量消失为止啊，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死翘翘的一个死星啊，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哦，我想想比较危险啊，因为我没出门，我在这边马上能够领牌，假如我一出门就麻烦了，就拍不成，哎，好危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，哎，啊，嗯。